绘本是真侪囡仔接触到这个世界方式。这几年有愈来愈侪绘本作家开始用台语文创作。这绘本作家多乐迪长期以来投入绘本的创作甲推撒，即卖也开始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啊。最近也出版头一本的台语文绘本。甲阿咪啊做伙跳绳的时阵，无公平，你有事。古锥趣味的图，加上简单的语句，佮有带华双语的文字，这是多乐迪出版的头一本台语文绘本《无公平》。我画一只狮啊，两只花豹，啊，毋过空调房是白的。作者用动物做主角，配合囡仔人生活中接触到的情景，让囡仔家己去感受安怎合作公平，甚物又果是无公平。多乐迪认为，通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是一件真亲切的代志，也希望透过绘本，让囡仔感受台语趣味的所在。希望我做台语文的绘本，会当让因体会佮感受到讲啊，原来台语讲故事会当遮尼好听，用台语来读故事，佮较。亲近。并出版过台文绘本的作家黄旭钦认为，唔那是囡仔，大人若想要甲台语捡回来，看绘本就是真好的方式。若讲到创作，伊也表示，家己头起先是看到人出台语绘本，感觉输人唔输阵，就安尼开始投入创作。我嘛希望讲这是一个好的循环，吼、哦，有人看到讲啊，这袂歹，啊，咱嘛来做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来做，搁较侪人看，啊，搁较侪人做，是较好的代志安尼。黄旭钦表示，虽然现在有愈来愈多台语文绘本在出版，不过比例也是无算多，好的作品永远拢嫌无够，望大家一个揪一个，让更多人投入台语绘本的创作。记者刘时母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